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营业的名爵《名侦探学院》第五季会员 Plus 版。来欢迎我们热情的村民登场！ Hello, 哎呀 ，Hello， 年轻的 ，Hello， 哎呀，给我们带吃的了，来，我们先分一分吃的，大家每人拿一点，桂花糕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栗子，谢谢，对，那我走这儿吧，栗子有吃的，谢谢，哥，这啥你？我在这插着口粮，我待会儿走路吃，多拿点，不吃饭了呗今天，我来点，来，这是哥，今下午烤他了，来。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子一，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一姐啊，一姐，一姐，哎呦，没办法，我叫李子一嘛，李子一姐啊，所以你应该还有一个家，你家里姐妹应该很多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也不多，李子七，李子，我们认识你七妹。哦哈喽大家好，我叫大海，欢迎大家来到桐木村。大海，我爸微信叫大海。对，我爸微信叫大海、啊、这是家里的特产是吗？对、嗯、就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啊，当地特产、啊、这个是桂花糕是吗？对，桂花糕、啊、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好干，什么意思？你我就像水会干，他的意思是非常好的茶点，非常好的茶点啊，干吃的话确实有点干。是的，配上茶点会更好吃。对，我们这个都是自己做的，可以放心大胆吃。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那干净又卫生，对，干净又卫生，干净又卫生啊。而就是，哎，没那么甜。糖炒板栗，对，我最喜欢吃糖炒板栗，很甜。嗯，要不要再揣点兜里面？一会儿的，不着急。嗯，现在才揣了。哇，我刚揣了。徐开已经揣满了，对对，路上吃。行军的口粮，你们可以每个人揣一点。这次我没有准备什么新菜，我就上次那些。要不你整盘端走吧。上次用干了。没事，这个不太好携带，拿塑料袋帮我装一下，谢谢。好，等会儿我再来一个。好的。所以两位这次会帮我们。嗯，哎呀，有事儿可以找你们。嗯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我想买一点带回去，我要在哪儿能买？嗯，其实呢，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吃到我们这个美食，我们特地开一个直播间，直播带货。哦，你们有直播间？对。然后问题来了，因为我叫一姐嘛，你们可以猜一下我们直播间叫什么？一姐直播间。一姐直播间也不对，我们不会起这么普。有他跟他有关吗？他叫大海。毫无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跟朕没关系。他叫一姐，提示一下。一个直播间。也不对，提示一下，跟一有关。英文 好有用的提示啊！Number one 直播间 ，Number one 可以，我们就叫 Number one 直播间，也会被我们告。你小心点，你是。然后今天刚好有一场预热直播，我看各位个个都能说会道，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帮助我们的乡亲们来推荐一下我们。愿意，都吃了我们的桂花糕了，怪不得，完了，愿意，好吃，愿意推荐给大家，吃都吃了啊。刚好我们上播时间就快到，要不跟我们一起直播间准备准备？哦，这个点上播，对，你们是下午场啊，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啊，真的，随时开播，对，可以吗？简直就是一口气都不让人喘。那边有水吗？我们路上没事，你把行李先放着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行，先去直播是不是？走。直播间有水喝，咱们走吧，前面走就好了。好，有人说你有起床气，那你们靠边。有。那天我叫他起床，他说我打了一顿。哥哥，你们在一块儿没有意外？我感觉我汗已经出透了。怎么的？哎，但你们这件衣服配的挺好看的，大家。是，哇，可是花了大心思。很好看，今天配的。是有点热。是我这还是棉鞋，然后这个是这儿的，这里面是我的。这衣服我好像也有，我有个绿色的。是吧？啊。因为这种款挺多。嗯。不是，好像就这牌子，我是吧？嗯。哦，原来是在那儿直播的，就在这里面，在哪里？哦，又是那个莲花书店，莲花书店里面。把人家这租了多久？这老板是我朋友了。我们就住这。啊。我终于走出长沙姑姑，给你介绍一下。我完全没有走出来。这是你的邻居。在这边。终于走出来。这里面。这个布谷长，这个滚滚。那个刚刚说我们说，之前给我们搭备彩间的地方。这是我上一期的第一期的一个线索。布谷文化中心，那个标记那个直播间，就在这里面。完了，发现了不一样，好多农产品直播间，那个蜂蜜是吧？那个蜂蜜，长沙布谷。哇，小金菊没有。这边
间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直播的 Number One 直播间了。就是我那个 MS。对，正品来了，你们可以先进来感受一下。对，大家可以先入座感受一下。快，哎，不错哎。哎呦，几个意思？可以吧？哇，几个意思？好，原生态，太原生态了。对，不错不错。也可以先坐坐感受一下，我们平常就在这直播。弹奏是吗？来坐坐坐。笋、酱板鸭。坐。我在后边吧。我在这。我坐这儿。前面的主说。来。那我给大家上价格去。来。主播。也是。主播。开始。小齐，先坐前面。你副控场啊你。谁？人家的直播间。你们坐哪？今天交给你们。二哥没地儿坐呀，你那我得抢住。那你们俩，小齐，小齐，这七个赶紧，好挤，赶紧，小齐。七个人直播确实是有一点，而且我们还要竖屏，这哪里？我们是那种团，一个团就是跑到直播间。有人能看我们在里面吗？在，依稀快要不在了，好像合影一样哦。那我们开始，来看前面，三二一，一千四，宝宝们，我们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先不急，我们先介绍一下。在大家后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产品展示台啊，然后旁边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打包的区域哦，然后各位现在入座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的直播的区域了。是的，我们平常就在这直播。然后今天呢，你们会看到啊，这里有五样东西，都是你们今天要帮我们推荐出去的产品。然后这里面都是我们桐木村自己的一些特色美食，比如像刚刚吃的桂花糕啊，然后还有腊肉、剁辣椒、栗仁，还有红薯片等等的，哦，那行，那我们先开个场好不好？气氛先炒起来，先别可以吧？还有，浓浓热情想干活就不让干。大家刚刚没有注意到这儿有五个盒子吗？看到了，盲盒呀。好，五个盒子里面，每个盒子里面都装有一种特产啊。然后大家待会儿在直播的时候呢，可以从五个盒子里面随机抽取一个。打开，然后向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来推荐。好，然后今天就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，大家一共推荐两样特产就可以了。行，好，行，那直播马上开始了，就不打扰大家了，好吧？好，大家可以准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抽盲盒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什么。一到五号啊，先开场。先开个场，行。要自我介绍一下，来来，开始。来，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Number One 直播间。我们先自我介绍的直播间，对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来来，从阿普开始，我从脸，从阿普看着衣服根本看不看脸识人，有道理。好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蒲艺兴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你被吵到了，对不起。被吓到了，没准备会降下来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涛。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迪。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凯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庞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昕。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我们桐木村的特产啦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哎呀，我们后面有几个盲盒、啊，对，具体推荐什么，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盲盒来抽取啊，一到五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想看几号？来，想看一号的扣个一，来扣个一。想看二号的没人哎，扣个一。那我们就一号，随意抽吧。Number one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一号盲盒是什么。好，我的这盲盒有点沉，里面不会是盲盒？究竟是什么呢？准备看，打开又是一个盲盒。哎，哇，这是什么片？有包装，什么干？啥呀？锅巴超好吃，是锅巴吗？不是，地瓜干。哦，地瓜干，地瓜干，不是地瓜干，这不是地瓜干，这是可能是什么呢？我们拆一看，我们拆开吃一下。哎，我知道了，红薯片，不是地瓓干，红薯片和地瓜干是不一样的吗？红薯片贼好吃，地瓜干，红薯片是拿油炸的，地瓜干是烘干的，制作方法不一样，口感也地瓜红薯片比那个地瓜干脆。你咋还在吃地瓜干？好像确实是红薯片。我以为红薯片就是地瓜干。哎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那那个，也我们推荐仨，然后一个有一个产品有俩人一起完成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大家都能这样没事。他们仨推荐，我们仨我说个数，一共得三块钱，十袋上链接，不行，齐总会亏本的。我不管，今天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了，我就要送出这样的福利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拦不住他，不可以，我说了算，不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是你的，我来担着。我要知道你俩戏这么满，我就不用了。我有个疑问，这么好吃的地瓜片，为什么要用这么浮夸的表演来推荐呢？太好吃了，戏也太满了点。这个是蜂蜜口味的吗？一直喊热搜，你好像。你俩排过吗？这段没有，就纯属他们经常看。
啊，每次看到这样的，好好吃，这不都是广告吗？你们有没有谁用另一种方式再给推销一下这个？涛涛，你坐前面了，来另外一种方式，你来一个文雅一点的，对，优雅一点的，来，幸福男人涛涛，来上。嗯，嗯，好吃，买吧。嗯，我觉得这适合录一个那个音效。嚼，我们都不说话。嘘。你真的没我们脆。你得咬大一点。牙口不太好了。你得咬大一点，嘎吱嘎吱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嚼软了，主要。拿个大块的。哎，来了。嗯，是很香甜、好吃不脆的一个，这个真的很甜。地瓜片，大家还不快快入手，而且会一，而且不会觉得特别甜，就是刚好吃的很腻。嗯，好，下一个，来来，小凯你说吧。嗯，那就二号吧。好，二号来，二号就决定是你了。感觉也有点分量。哎呦，这个真的重，这个一只手拿还好。地瓜。哎呀呀，差点砸到我。这里面是宝藏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宝藏兑换券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腊肉，腊肉很难试，直接吃吗？腊肉来，但我们可以带回去做饭了。来，一会儿可以在那儿去。对对对，腊肉可太香了。腊肉啊，隔着袋子这个你来。对，这个腊肉可是好东西，咱们湖南这边湘西腊肉那真是一绝特产。不管是你平常蒸出来吃，还是配上青椒或者蒜苔，任何东西炒出来吃。真的能干下去三碗饭，这个真的是我就不用多说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吃给大家看，毕竟这个锅灶没有这个条件。对，已经吃一个，但是这个吃一个。既然大家这么热情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杨总不要这样，不行，杨总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吃，不行，杨总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当然我知道小凯非常想要帮助杨总，没有，杨总没有，没有。杨总，我们这个就剩这一袋了呀，杨总。杨总，我试了几。干嚼腊肉哈，生腊肉。哇，今天直播间爆了，一听说杨总要干嚼腊肉。那杨总可能看直播的朋友不要随意模仿。杨总练了很多年才学会的。这个是抽过真空的，我就不给大家拆了，要保证非常新鲜的送到大家家里面。嗯，保质期非常长啊。嗯，那你走了他都这也太长了。他说你离开家都吃不完。对，这个时候买回去过年的时候正好吃啊，家里过年桌上怎么不能有，逢年过节有一盘腊肉，对吧？有腊肉才叫年。嗯，好，祝你们过好年。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杨总这个是苦口婆心的这种方式啊。哎，谁有另外，而且这个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，它是还硬，也硬也硬，但是不是那种邦邦硬的那种感觉吃起来口感一定邦邦硬，是放在家里冷冻过的。冰箱里刚拿出来。谁还有发挥，来来来。我特别喜欢拿这个蒸米饭吃，就是对，直接辣味饭，让米饭弥漫它的香味，铺一层，然后你再一拌，那个饭就直接很好吃。你再错，你再炒个蔬菜什么的，一顿饭基本就完成了。没错。嗯，行，那我们到下一个，最后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起来一个，来三号吧。今晚直播间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！最后一个盲盒，三号，三号来看看什么？这个应该酱板鸭吧？哎，这个。呵，哎，哇，甚至不知道它是啥。鹌鹑蛋，这个是啥呀？那么晚锡纸，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，拆一包，这很神秘的东西，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？这个不会是板栗吧？板栗仁儿，哦，板栗，包好的板栗，哇，这很方便，猜对了，好好吃，肯定好吃啊，这贼好吃，奶香四溢吧应该。这个做饭也很方便，如果你要烧一个板栗烧鸡或者板栗红烧肉，直接开一两包，然后丢进去就可以了，对。非常好吃，这个应该是很方便的一个，而且可以当零食啊，当菜啊，对吧？开袋即食，对，加热也好吃，对，不同吃法，对吧？今天拍一发五啊，赶紧下单，拍一发五，拍一发五，使不得，欣姐，我们总共就四包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直播间朋友们准备好了，来，三二一，上链接，上链接，什么？空了。马上来给我加货，杨总，不行，急走，库存加货吧，库存现在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我得跟上面再申请。但是你看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，你想想办法吧，杨总。大家都这么热情，想买的扣一，扣一，全是一万。你看你把我们直播间转发出去，观看人数到一百以后。才什么？我们是没有亲戚朋友吧？我们就马上给上面申请，我们再加货，好不好？再加多少？看大家的热情程度。到一万我们就加一万份，好，到不了，
哎呀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用这种形式，然后来告诉大家，在我们这个祖国的各个那个美丽的乡村，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原生态的、大家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，然后又健康又卫生又好吃又经济实惠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平时还要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啊，振兴我们的美丽乡村。好嘞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好，这个鼓掌声音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晚上场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吃辣去了，我们去盘盘货，晚上再见，提前付定金啊，付定金啊，啊，围观人们，围观人们加油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中午12点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营业的名学《名侦探学院》第五季会员 Plus 版。天哪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第一期就会饿死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这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，给你膨胀的。明天早上投他，后天早上投他，要做就做 Number One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起床啦！美好的一天开始啦，朋友们赶紧起床。今天的早餐游戏跟顺序有关，请大家速速起床。起床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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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草坪等大家一下没有意识到是什么，我说为什么突然有人在说话，然后，行了，我有人起来吗？你们都起来了吗？早上好，早上好，都起来了吗？他们还有没起了吗？起了，这歌真是太提神了。多穿点，冷，跟昨天晚上有一拼，多穿点。起床啦，起床啦，帅哥们起床了，快快快，外面很冷。小七，还有人没起吗？都起了。都起了吗？一放自己的歌，全都吓醒了。哦，你床上没人了吧？没有，穿衣服呢。快一点，请坐，第一名。来了。哎，多穿点，多穿点。为什么都这种时候了？
我们俩还是前两名。对呀、啊，永远的前两名，感谢你们。分明大家是一起起来的。哎，太阳出来了。是太阳出来就暖和了。哦。快要下雪了，那吓我一跳。你要不要穿个厚点的？不用。这孩子怎么又光腿出来了？还剩一个在楼下是吧？那个小凯，你往里坐，你是第五个。没事，我普哥，我让给我普哥，我喜欢六号，六六六。早上好，大家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我们今天开始早餐游戏喽。我们这个游戏跟大家刚才的起床顺序有关啊，但因为那个小凯他说他喜欢第六号，那小凯你就作为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先来。啊。这个呢是起床顺序越晚的，然后先来翻这个盘儿。这一共呢是有八道菜，16块板。那我不换了，普哥再来。每个人呢有一次机会，一次可以翻出2块盘。然后如果你翻出的2块盘都是一道菜的话，你就获得了吃这道菜的这个早餐的机会。如果没翻出来的话，那么今天早上就不能吃饭了，很遗憾，好吗？来，小凯。消消乐是吗？啊，其实越往后越有优势哈。嗯，就得记住是吧？对。那这个跟先后有关系吗？有啊。到我这儿的时候，万一你们我都看了一遍了。不是，就是从概率上。对，所以你看过一遍，你就有优势啊。就看你，不是你就看一下。有几个你帮我翻。你过来翻一下吧，来吧。不，我穿秋裤不太方便。那你说吧，我给你翻。他现在是盲翻一两个呀？我可以翻别人翻过的是吗？当然。那我翻第三排第三个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啥呀？包子。哎呀，我最喜欢吃包子了。不，还得翻出来一个包子才能吃的。该我翻了是吗？那我再翻第一排第一个。第一排第一个是吗？对。哦。大家现在看啊。麻辣烫。那里是米粉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包子，这么激动，这也太激动了，太早了，这里是包子，然后我先翻过去了啊，好，那这不是记住了，来，阿普，第三排最后两个，同时翻，这两个，对，这刚才翻过的，我知道，你咋这样呢？他得翻一个翻过的呀，不然就是纯蒙，这啥呀？这面，好，这啥呀？这是。哎，面，哎，包子和面，面不错，我们也翻第三排最后两个，来，迪哥，第二排第二个，第二，今天甭吃了，我就大家，来，怎么？不是你翻嘛，我就只给，哎呦，吐司，我觉得我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到我这儿别翻出来的没有重合的就完了，哥，我觉得往第四排猜吧，或者是有一两个重合的，你们就拿走了啊。哥，第四排猜吧，我觉得第四排第一个，哥要重点分我一块儿。你这是个新的哦，你要去找那个。嘿，哎呦，这什么？哎呦，没有一个，还是没有重合的。五谷丰登，这是五谷杂粮和吐司啊。我说不定没了，我这没啥优势。我们翻出几个了？好几个，五个、七个还是五个？就五个是吧？挺多个呀，挺多个。来，庞博，我也翻一个翻过的吧。我也翻一个第三排第三个先，我去找那个包子在哪儿。太坏了，还这样哇！我去找那个包，我那么右上角好不好？第一排第四个，这个啊，能出来一个出现过的不？哦，有重复了，哎，出来了啊！我知道在哪儿。好的，来吧。第二排第二个和第一排第四个，吐司归文涛所有，恭喜文涛获得吐司一份，恭喜，成败。再次一局，来，小齐，第二排的第四个，第二排第四个，
还有什么？哦，它可以先翻一个。哇，这是啥？又来了新的红油抄手。但是如果记得清楚的话，应该快能。这和记得清楚没关系，这个没出现过。就是剩下的。对啊，剩下的在哪？我不记得剩下的了，我已经不记得剩下的。我记得剩下的，关键是哥哥，咱留点机会。第四排的第三个。第四排第三个哦。包着包着包着面包的。等等等等，油条出现了，啊、全新的都是 barbecue 了。所以这一轮文涛获得了吐司一份，恭喜！自己吃吧，自己吃吧。结果后面你们拿到的都比我好。没了是吗？没了是吗？游戏结束，不来一不再来一轮啊？那文涛，你现在可以过去拿你的吐司。嗯，可以。哇，好丰盛！里面还有。你的我第一次见实物比图片好的，对啊，你这个还真不错，它里面加了生菜和肉，这是三明治，感觉不错哎，今天的是是哦，这个我也想吃，这回啊，小凯继续，我要这个三排第三个啊，加一排第二个，给我三排第三个，一排第二个，好包子，一排第二个是不是包子？哎，咋又烤冷面？烤冷面，这有啥呀？肠粉。肠粉，这烤冷面还肠粉？肠粉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煎饼果子。好来，回味了啊！没有一次是我真的。阿普给我送点，就是热一下，是不是会那个一点？你热一下，热一下，文涛，就热一下。嗯。加热菜板。对，那边直接放上去是吗？来来来来来。好，阿普。嗯，不吃了。第四排第四个和第三排第三个。第四排第四个和第三排第三个。第三排第三个依然是这个包子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包子？等等等等等等等啊！哦，肠粉呢？哦，不爱吃肠粉，真不爱吃。杨迪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迪哥，你先拿这个，待会儿跟别人换嘛。真的不爱吃，待会跟别人换。他选择这个肠粉，还是选择再开两个？第一排第二个和第四排第四个，有啥吃啥。恭喜杨迪获得肠粉一份。哪儿呢？恭喜恭喜，你可以过去拿你的肠粉了。第一排第三个是不是还没开过？没开过，啊、开它没有。第一排第三个是不是没开过？第一排第三个是不是？哇，拿过来吧。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哥。比实物好哎，比那个图片好。你要开两个完全新的吗？哎，真的不错，你去热一下吧。这个热不热？热热，去热去热。去热一下吧。你要开两个完全新的吗？我想开两个，我就是还剩两个完全新的嘛，应该是。好像是第三排的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吧？和第一排的第三个，三个好像是十六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两个。对，应该第三排的第一个和第一排第三个是完全新的。第三排第，对对对，啊、嗯，好像是全新，但那两个全新的已经不是。第四排的第二个也新的，好像是。第四排的第二个我好像刚刚开了，但已经好像没有一套了，我蒙一个吧，嗯、我好，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多都，我以及第二排的最后一个新的，第一排的第三个和第三排的第四个，第三排的第四个和第一排第一个不是，哎这是面是吧？第三个中了，哎呦，这啥来着？两个都是面，一个好像一个是汤面，一个是炒面，这是什么来着？粉，但这个在哪儿来着？粉在那边。第一排的第一个，对，好，一个是汤面，一个是炒面，谢谢哥。小齐，博哥送的粉，我就收下了。你要哪一个？恭喜小齐获得米碗一份，米粉一碗，米碗一份是什么？米碗一份，第一排的第一个和第一排的第三个。好的，这棒。小齐感觉找到了自己的早餐喽，来吧。果然，长沙再次缩粉，去吧，小齐。小齐好像第二次获得这粉了，对对对，上次他就是一碗粉，嗦粉大呼。哎，是炒粉。哦，原来是炒粉，那里有泡面哇。有泡面啊？啊，那是泡面，刚刚那个面条是泡面。啊，好吧，那恭喜前三名获得早餐，那其他人我们很遗憾啊。冲着我们恭喜前三名。这边那个泡面很哇塞耶。泡面肯定好，是现拆。巨哇塞，那个泡面，而且热的。啊，看看总可以吧？泡面才好。你这小笼包也拆。这个应该还行。这看着也不错。今天菜还不错哎。是。哎呀，吃了。这个绝对不是广式肠粉，湘式肠粉。对，这是四川那边的是吧？
不好吃吗？湖南好吃。一会儿见，朋友们。好，待会儿见。佳琪，一会儿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你要吃点粉吗？没事儿。哇，好辣！好辣！这个菜。一个四川人很辣。好辣！嗓子。肠粉为什么会是辣的呢？它整的特别辣。广式，这真的不是广式肠粉。我们仨里面只有你能驾驭这个了。而且肠粉到底是什么馅儿啊？我都不知道，没看到有馅儿的。走了啊，好，准备下去了。嗯，好。创造奇迹就在这里。是音乐响起，看谁猜出大结局，是属于我们的信号，穿过那拥挤的人潮，把黑暗夜空照耀，从此不会迷失方向，想盛满期待继续前行，寻找吧，要坚持到底，冲破迷雾与重重阻力，我愿为你用尽全力，我们从南西北结成兄弟，阳光白云蓝天皆可推理，我的装备嘿就是有你，哦，不再伪装，让真相闪耀生命的每分每秒，就算世界难度升级，我们手搭在一起就是谜底，做 number one 嘿成为宝藏，哦，真相就是我会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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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你，拜拜。